当前36世，又名武当纯阳一路八部连环掌。这套拳是武当道教龙门派纯阳门百岁老人武当纯阳门宗师刘立行道长晚年与同门师兄陈宗元经典之作，堪称武当纯阳门拳法精粹。这套拳法体现了内家拳动静向肩形如龙坐如虎闪如电发如雷等特点，在整个运转过程中间，除了对我们养生具有很好的作用之外，应用于积极制敌，能够有极强的防护功能。所以说我们在习练这套拳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充分的体现一进制动后发先制的特点，在我们演练时要充分的去揣摩体味这种动静虚实周转发力这些要素。这套拳在中国武术展示大会上进行展示之后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目前这套拳已经在世界各地进行传播。在这套拳法中间，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拳掌和基本的弓步马步瀑布等步行之外，还有它自己独到的特色，比如说七龙步，比如说穿翻这些动作，再比如说八字掌龙心掌和八字掌的区别在我们这套拳法中间，它的区别在于龙心掌五指自然伸开，手心含空；八字掌四肢并拢伸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身法周转要注意配合三步五步这种周转方式，在周转同时要配合我们的身法，充分体现了我们这种形如龙游龙形于肩坐如虎闪如电发如雷这些技法应用特点。一些具体的技法应用特点我们在下面的分解里边进行演示。
起誓搂丹，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边示范边讲解，全身放松，重心位于左腿之间，除右步摆双掌，重心转移到右腿，踢左腿，直立，起誓搂丹的动作要充分体现武当纯阳拳拳诀中所讲的吸气鹤飞起，这个动作是一个提气的动作，要通过我们身形的演练带着我们整个身体呼吸吸气，有一种像鹤在空中飞翔的那种飘零的感觉。第二是鹤旗龟背，示范一遍。侧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鹤旗龟背是一种形象的比喻法，也就是说这是对我们武当内家拳一种身形的要求。龟背，请大家注意看，背要撑圆，腿要微曲，胸内涵，这是对身形的要求。整个背要像龟壳一样撑圆。大家知道在武当道教内，龟蛇是吉祥之物，龟是长寿象征，我们在身形的过程中间，龟背隐喻着一种修丹练道延年益寿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它一反常态。平时我们站着挺胸弯腰撅臀，在我们演练着内家技术的时候，就要求了一个身形鹤旗龟背。如果我们做到了鹤旗龟背这种身形，就能达到提纲练臀沉肩松腰含胸搭背，同样也是我们纯阳拳中间的要求，叫三元背元身元腿元，这种要求。在我们做鹤旗龟背这个动作的时候，除了身形要求之外，还有手上的要求，就是右腿左腿伸直，脚尖翘起，左掌掌心向外，从左腿内侧推摸出去，右掌呈八字掌推出。第三式仙人驾雾，示范一遍。
动作要领。先人架步的动作主要是一个连环手法的运用和一个定式的造型，形象的说明就像神仙在天上飘走一样，腾云驾雾，轻松自在。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注意手的一个转环，然后一个丁步，右手成掌，左手成钩，目视右侧方，玄妙三路，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注意右脚向右侧方上步，左脚跟步，然后左右掌换掌画圆两次，第三次双掌下力发力。注意下力的时候要用长气，也就是说像我们平时呼吸的方式上一种这种呼吸方式，呼吸方式。所以说我们在平时训练这一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化圆为蓄气，也就是说吸气，气感觉到吸满之后突然的发长气。当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没有必要去在发力的时候发声，我们在示范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让大家便于掌握这种呼吸的方式。第五式鹤舞云天，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鹤舞云天这个动作主要是一个舒缓的吸长气的动作，当在侧方吸满之后闭气转体，双手呈勾手提气，这也是我们垂杨拳中间运气诀中间的一个动作，叫吸气鹤飞起。把整个气吸入我们的胸腔，这是个长气吸方法。第六式海底撑杆，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接上是鹤舞云天，将气吸满之后，然后勾手变掌，徐徐由鼻孔呼出，身体下沉按掌的速度与自己呼气的速度一致，这一式在垂杨运气诀里边讲叫呼气沉海底。海底也就是现在人们通俗认为的丹田下丹田部位，下丹田部位也是我们日常讲的
也就是我们日常认为的气沉丹田。当然我要说明的是，丹田只是一个部位性的虚拟的认识，在我们实际的现代医学解剖中是没有这个具体的东西的。这只是我们在武当内家修炼中一种意识型的认为，是我们进行修丹悟道的一个假借的方位。我们在这方面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或者说叫正确的理解，既不能故弄玄虚，也不能完全排斥。所以说我们大家在练习这个吸气鹤飞起，呼气沉海底的时候，要有这种假借的意识，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提高我们整体的演练水平和功力。第七是随波逐流，演示一遍动作要领。随波逐流的动作，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目前所流行的经济武术中间的徒步穿掌、罗砍穿的动作。但是我们在习练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放松、周转、穿掌。第八式黑虎巡山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黑虎巡山的动作是一个发力型的动作，注意起身架掌打平拳，冲拳出去是力拳，前眼向上，重心位于后腿，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类似三七步这种步行，也就是前三后齐，前边三分力，后边七分劲儿。第九式泥鱼弹腿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这个泥鱼弹腿就像我们平时泥衣服一样，是用这种麻花臂，双掌双背实力，平时习练的时候有多大的力就使多大的劲儿。也是我们平时用的按劲儿，然后突然双掌变拳捏紧，右拳回收，左拳击出弹腿。泥鱼弹腿的动作，我们在平时习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双掌向内裹的时候要讲究缓、沉，发力的时候要快、刚、猛。第十四怪蟒狂翻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怪蟒狂翻，注意要一个翻腰的动作，右掌由下向上撩击起，左掌随之由上由下向上撩起，同时提起转身，转身劈掌，冲左拳上左步，
然后上右部抽右拳，左掌垫柳叶掌，右拳打立拳，整个动作要一气呵成。第十一式，狮子张口，示范一遍。动作要领：右拳变掌，由左向下，向左向上，转背搂架，重心由左向右平移，同时左掌由左向下，向左抄掌，虎口相对，目视左侧方，身形呈马步，左掌由右向下向左抄掌，虎口相对，目视左前方。第十二式，独立平托，示范一遍。反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独立平托，接上式，重心微微向右移，转左脚尖向左侧。转左脚尖，然后重心前移，抄掌，左手抄掌上提，右掌随之向上托掌，提右膝绷右脚尖，双掌成八字掌，目视前方。第十三式，洞箫横吹，示范一遍。反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洞箫横吹这个动作主要是双掌成虎心掌，成虎心掌，好像我们平时在吹洞箫一样，这是个象形的动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身体尾蹲，右脚成丁步，左手成虎心掌，双掌施力，目视左前方。第十四式，滚掌推舟，示范一遍。反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滚掌推舟动作要领主要是双腕转换的过程，要轻松自然，变化灵活，双掌自然成长，双腕之间进行滚化，同时配合步行退步走圈，然后顺势推击，在演练的时候不用发力，就随着身形的变化而顺势轻轻的挤出去。
第十五式二虎真实，示范一遍，反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二虎真实主要是体现了一个八字手它的应用，这主要是一个拿法的技法应用。在我们演练的时候要注意身形的配合，虚步然后突然发力向下甩，要体现出这种甩劲儿，向下甩，起掌甩，起掌甩，这个劲儿在我们平时演练的时候要充分感受到，这种矛盾力相当于我们的两手之间有一对皮筋被拉着，然后在牵扯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对抗，怎么对抗，第十六式阴阳错位，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阴阳错位注意，右掌和左掌都成八字掌，由上势，右掌由右向左下穿，左掌放于右肩前，目视左后方，身体微蹬。第十七式飞龙仪式，示范一遍。动作要领，飞龙仪式是一个肩靠的动作和一个背扫的动作，也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充分体现肩的抖劲儿。然后体现节节贯穿一种劲力，就是力发于根，达于腰，顺于肩，行于肘，最后达于手，这个过程体现了节节贯穿出去，整个的分这个动作要体现出来出去。第十八式回身拍打，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这一上式是一个连贯型的组合练习，注意双掌分开之后要快速的跟左步穿掌，退右步回身发力，这主要是在陈阳拳里边体现那个击身步法，叫三步连环走，看我的步行，也就是我们讲的三步连环腿的一个基本步法，这在陈阳门武术中间应用比较广泛，类似的这种身形的步法的运转比较多，都是这种步法的基身应用。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体现出这个特色，最后拍打的时候要发力，第十九式纯阳观式，示范一遍。纯阳观式动作要领，注意在前面
回身拍打之后，然后尽力放松，重心移于右腿，双手成掌呈抱球式，掌心向对，右脚虚点地，是吧？左脚虚点地，位于右脚内侧，目视左前方。第二式是靠腿拍跤，靠腿拍跤，动作要领。注意，上式纯阳关式用柔化之劲儿，舒缓；靠腿拍跤，阳刚之力。先左外摆腿起，然后迅速落地，双手变掌，坎肌而出，力点在右掌，在右掌轮这个位置，这里边就体现了我们纯阳拳用力的柔化刚发，慢劲儿快打。第21式猛虎出林，示范一遍。动作要领，猛虎出林，这也是一组发力的动作。先柔后刚，先分双掌分开，提膝弹腿，然后快速落步，发力要猛刚脆。看我再示范一遍，这里边要充分体现我们武当内家拳的一个运劲的方法，就叫慢劲快打。所谓慢劲，也就是徐劲儿，放松吸气，然后快打就是发力呼吸。在我们平时习练的过程中间，不一定要把声音发出来，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间一定要注意全身整劲儿。这个力量平时是不好练出来的，需要很多的单式操作，比如说练习单式发力动作，双式发力的动作，也只有这样单式操作才能使我们这个力量表现的比较好，比较脆，比较刚，比较猛。第22式平地旋风，示范一遍。反面示范，这个动作主要是体现一个快速转换，然后左顾右盼，表现出很强的一种应用意识。大家再看我演示一遍，朝前裁判步上去之后，快速跟身旋转360度，掖掌，左右掖掌，先看右再看左，注意掖掌的力点是在掌根部位，掌根的部位，
一二，臣龙心掌，但是五指向下，力点在掌根，双背要有弧圆，有一定弧度，不能变成这样，也不能变成这样，一定要在我们的腰身这个高度上。第二三式马步横掖是两个连贯性的动作，我再给大家示范一遍，这叫平地旋风，然后马步横掖。平时训练的时候要一气呵成，连贯一致。第二十四式摇身化掌示范一遍。第二十五式滚轴背锤，这两式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要连贯性的练习。摇身化掌要注意，很类似于我们平时练太极的云手的动作，只是说掌型与太极的云手有一定的不同，就是在摇身化掌的过程中间要注意手掌来回的转换，在实际应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滚化的过程，滚化的过程。大家注意看我的手的变化，双掌互为阴阳，一个掌心向内，另一个掌心就向外了，摇身化掌，同时要结合身形的变化，这个动作要轻松自然。滚轴背锤是一个发力的动作，要注意差步，力点在右前背，左掌呈柳叶掌护于右胸前。滚轴背锤在前边摇身化掌体现了我们的虚劲之后，然后注意这滚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肘关节，左掌按于右肘关节外侧进行滚动，反背击出。同时这个滚轴背锤的时候要注意发力，侧身发力，第二十六式二龙戏珠展示一遍，动作要领。二龙戏珠顾名思义就是用两个指头分开向前插出，双手互换，在练习二龙戏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假想的一个方位，插出去之后右手上步还是要定位在同一个位置上去穿插出去。这里面就有一个肘部的问题，扣步扣摆步过来之后，然后上步就在右手指定的位置在左手穿出，双手要伸，这叫剪指，剪指插出。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间是用于攻击对方双眼的，希望练习者在学习这个的过程中间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去进行试验，大家在练习的过程
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养成个良好的习惯，而不要去为此伤及他人。第27式悬珠量掌示范一遍。动作要领，悬珠量掌要表现出一种轻松自然、提气、转起，好像自身漂浮在万里云端，轻松自在。我们在平时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气，提气，然后闭气，转体，有一种豪然正气、顶天立地的感觉。第28式叶底偷桃，29式莲花旋掌，第30式金龙回首。我们在这里演练时，为一组好，下面我分解讲述叶里偷桃动作要领。注意，重心前移，左脚扣步，右掌顺右来穿转起，再看我示范一遍。叶里偷桃，叶里偷桃在穿翻的时候要注意身体微微下蹬，双臂拧转，莲花旋掌。注意右步，右脚向右后方侧步，然后转起旋右掌上左步，双掌合抱，旋掌转体，回收转掌撞出去，这叫莲花旋掌。莲花旋掌主要是一个身形的变换，身形的变换，背身转掌退步，撞撞掌发力。好，看我在这两式连贯示范一遍。金龙回首，金龙回首，注意整个动作有一种龙行雾中上下穿翻的感觉。整个双臂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映衬的旋转转翻的麻花力。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单式操练这组动作。注意大家看我的示范，穿右掌下去转翻转。所以说在这组动作里边拧果穿翻体现的淋漓尽致，大家看我连贯做一遍。第31式顺水推舟示范一遍。顺水推舟动作要领，注意
慢慢的移重心，然后出左脚，左手搂膝，右手穿腿掌，同时跟右步。这项我们在打太极中间的搂膝绕步的动作，一个动作类似。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动作的快慢。正面示范一遍，第32式左右漂浮示范一遍。左右漂浮的动作要领，注意左手向右裹转背的时候，左脚向右跟，右手向左裹转背的时候，右脚向左跟，在同一条直线上。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像前面一组一样比较轻松自在，空灵无物的感觉。第33式压瘸盖打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压瘸盖打是一个连环的击身步法，首先请大家看步法示范。叉步、魂步、再叉、再魂步、再叉、半蹲、高歇步，这个步法过程一定要连贯，做得轻松自然，同时要配合我们的身腰进行转换。所以说我们在平时练习的时候，既要做到轻松自然，又要连贯一致，伸手手眼伸发步高度的配合，也只有这样，这个动作才能练得活脱自然，轻灵圆活。第34式乌龙摆尾示范一遍。正面示范一遍。动作要领。起身侧踹，然后挪步，右掌向右画圈，左掌向右砍击，然后右掌向右分出，左掌垫勾手，身体向左转，同时下蹲，目视左前方。做这组动作的时候，踹腿发力要干脆利索，然后轻轻的徐徐的呼吸，定式转体。第35式野鸡串铃示范一遍。
也一算您的动作要领，也一算您注意左手出左脚，左手向左撩，右手随之砍击，同时上右脚，身体转360度，然后上左步甩左掌，叫反背掌，反背掌甩出去，然后再上右步左反背掌翻掌下按，上右步穿右掌前劈发力，接下来上左步右掌向下抄翻掌回收打出去，也一算零这组动作属于武当城阳门的一个精华的组合性套路动作，我们要平时作为单式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活脱自然，全身贯穿。也一算零体现了一个极神步法，这在我们平时训练武当防身技术的时候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平时训练之后一定要把也一算零的这个步法走好，请大家注意观看我的步行的转换。整个的步伐连贯一致，要浑然一体，而且如果我们把也一算零这个动作练熟之后，它可以走三步，可以走五步，也可以走八步，所以说我们在训练也一算零这个套路的时候，组合套路的时候，一定要不能拘泥于我们现成的这种方法，要把它练活练活。在平时过程中间如果做养生动作，你完全可以按照我们现在太极图所展示给大家的这个方位来回走转，走一个先天与后天的一个八字，刚好暗合了我们太极阴阳图这种表述的原理，所以说作为单次训练也一算零，希望大家要多加练习。第36式十字圆规示范一遍，十字圆规的动作要领，对，在刚刚完成了一组快速这个走转之后，我们的速度慢下来，就由快动变成慢动，右掌向右劈出吸气，重心先向右再向左移动，回收右脚提气按掌，这也就是我们讲的按掌平气，然后并左脚两臂分开，然后合抱成阴阳八卦手，坐一礼，也是我们外面讲的抱拳礼。
然后兵器回收，呼吸下岸，恢复自然。